至于前几天北韩接连试射飞弹，让朝鲜半岛的局势再度的紧绷。南韩总统文在寅他出席联合国大会的时候，再度的呼吁应该要正式的结束韩战，为国际社会带来真正的无核武和平。한반도종전선언을위해국제사회가힘을모아주실것을다시한번촉구하며남북미삼자또는남북미중사자가모여한반도에서의전쟁이종료되었음을함께선언하길제안합니다한국전쟁당사국들이모여종전선언을이뤄낼때비핵화의불가역적인진정과함께완전한평화가시작될수있다고믿습니다